为了让有需要的家庭获得更全面的社会援助，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整合援助配套，并利用一站式平台，使申请援助的程序更加便利。社区联系站也将帮助受惠家庭重拾信心，改善生活环境。国家发展部兼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部长李志生在国会指出，政府已开始简化评估机制，强化机构间的合作。社区关怀计划受益者完成一次测试评估，就能申请不同援助计划或自动被纳入相应计划。政府将继续扩大援助配套涵盖范围。So we will enhance the support GoWare portal so that users can also check their eligibility for different schemes.Apply for assistance directly and receive prompt updates on their application on a single platform. 当局也将扩大社区联系站试验计划，培训更多人员，为更多有需要家庭量身定制全面支援计划和服务。社会服务中心能扮演整体协调者的角色，及时联络相关机构。当局也将把不同机构间类似的计划和需求整合并集中管理。This will also reduce coordination costs and enable us to provide more integrated support as we gear our systems to look at the progress of families more holistically instead of along agency or program-specific lines.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次长蔡瑞龙也表示，在社区联系站计划下，当局已主动联络6800多户家庭，推出了74个相关计划，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解决问题，以防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当局去年在11个市镇推展社区联系站计划，接下来几个月还将扩大到剩余的10个市镇。